係咯，歡迎收睇《威文遊世界》咁啊！我亦都係喺如常啦，同大家講一講去旅遊嘅嘢。嗱，其實講到上一回咧，嚟到開羅啊，咁今次咧將會同大家去到一個地方，咁呢個地方就好特別嘅。嗱，一路沿住尼羅河南下，就會去到盧克索。嗱，喺埃及今時今日咧，已經係奉伊斯蘭教啦作為國教。咁全埃及咧都會聽到街道播放住《古蘭經》嘅經文啦，特別係晚黑嗱，企喺開羅下睇住吉薩大金字塔，想像住埃及法老嘅莊嚴，埃及建築嚇即係古埃及建築嘅宏偉。咁但係耳邊咧卻傳嚟嘅係伊斯蘭嘅經文，眼前嘅人亦都係伊斯蘭嘅裝扮、伊斯蘭嘅文化。嗱，咁樣兩種完全唔同嘅文化衝擊咧，的確會令到去過埃及並且細心去了解古埃及嘅人咧，係有一種好難忘嘅感覺。啊，凡係去過埃及嘅遊客咧，見到好宏偉嘅吉薩金字塔群同埋獅身人面像，無不嘆為觀止。咁亦都為古埃及人咧，能夠喺五千幾年前創造出如此輝煌嘅人類文明而折服。然而咧，如今嘅埃及係一個阿拉伯國家，主體民族阿拉伯人咧，亦都唔係古埃及嘅後裔。咁樣古埃及人嘅後裔到底去咗邊度咧？佢哋係咪消失咗喺歷史嘅長河當中咧？答案當然係否定噶啦。時代嘅變遷、改朝換代、人口嘅遷移等等，與其話古埃及消逝可惜，不如話文明係會隨住時間、政治等進一步更新。其實法老的後代就依然在這裡，他們就是叫做科普特人，與埃及的阿拉伯穆斯林不同，他們信仰基督教以及是科普特教派。他們的文化就是糅合了古埃及和基督教文化，與歐美是更加接近的。古埃及的文明的滅亡本質原因本來就是因為文明成果被其他的民族所吸收，失去了優勢，然後就被其他的文明所超越。這樣古埃及文明滅亡的過程其實是被先進文明灌輸同化的過程。雖然古埃及文明滅亡，但是文明的程度並未下降，更何況埃及一來本來就有很深的文化底蕴，他們只是非常隱性地去傳承著，因而並沒有真正消失。由這個開羅去到紅海需要是8小時的，再由紅海去到盧克索4小時。盧克索除了神殿之外，給我們最大的衝擊可以說是高溫。夏季的盧克索平均氣溫是超過100華氏度，事不宜遲，馬上啟程去到盧克索看看埃及的古都。來到這個盧克索的神廟，現時的氣溫是97度，晏啲會過100華氏度。這個真是非常之辛苦的一個天氣。大家可以見到埃及是沒有雲的，沒雲的一個國家，所以呢你是不用旨意說會有陰下，沒有的，它就會一直這樣暴曬。但是呢，這個神廟的歷史非常悠久，所以來到埃及呢，即使再曬再辛苦都好，大家都會來看一看。我跟著呢就會帶大家看一看這個這麼多年歷史的盧克索神廟。还有各位，你们看每一个羊子后的下面，你们可以看到另外的雕像，它代表谁？代表一个国王很有名，那个国王他叫什么名字？他叫拉米西是二世国王。为什么这个国王他很有名？因为他统治过埃及的长时间，他统治过埃及的66年，
还有他一间有好多老婆的，有七个老婆，有八十个多老婆的。哦、对，但是你们的皇帝比他更好，哎、你们的皇帝一有三千多的女朋友的，是不是？可以見到我身後的這個是一個國王的陪葬品，這個陪葬品已經是三千多年歷史了，是非常悠久。來這些石柱其實就為了紀念，是一個廟，那個廟本來以前是一個樓上，那個廟的樓上本來是有天花板的，不過就因為地震將天花板震冧了。而這些柱可以見到上邊會白啲，下邊係會黑啲，因為以前咧尼羅河係會有洪水嘅，即以前並唔係咁乾旱啦。咁我身後嘅呢一個方尖碑咧，其實已經有三千幾年歷史。咁而呢一支嘅碑咧，係用一塊石頭咧嚟製成嘅，佢上邊咧雕刻咗好多佢哋國王嘅故事啦。歐洲國家都有類似嘅方尖碑嘅，咁但係。根據埃及的講法，就是這些都是他們偷走了的，但是歐洲的講法又是埃及送給他們的，究竟哪一個是真的呢？哪一個是真的呢？我身後的這個就是一個叫象徵太陽神的雕像，這個雕像已經有四千年歷史，但是它的存在的意義就是給一些男性一些權威人士去圍著它轉，轉得越多圈就娶的老婆就越多，人家說轉多少圈就可以會有多少個老婆。以前的男士真的到而家穆斯林國家都係可以攞幾個老婆。算啦，我都係轉一圈算啦，好啦。Oh sorry。大家嚟到埃及都轉一轉。入到嚟神殿的內部，其實可以看到今天的遊客並不多，因為今天是星期五，星期五就是他們禮拜的日子，所有人都放假了。其實都已經是看上去殘垣敗瓦，為什麼？因為他經歷過很多的地震和年久失修，現在的埃及人已經不再有人去信奉古的這種宗教了，真是太古老了。這個角度是非常少人入到來，幾乎是沒有的，是這個警衛呢見到我在這裡錄，他就特地走過來跟我說 Come on come here is good。 好，這個就是這個方尖碑，我拍到一些比較獨特的照片，比較厲害的東西，也要多謝他。終於回到酒店，這間酒店其實為什麼會特地錄下，因為是我見過最特別的酒店。我今晚住的就是這裡，在這個盧克索，它很神奇，它這裡它是有一個拱門這樣凹進去，有梳化，同時它的桌子是用了它們的一些特色來做這個裝飾的。而電視櫃也是非常神奇，它可以燙出來然後關起來，另外後面呢還有一個埃及的一些壁畫，我們去出去看看。
哎呀哎呀哎呀，好好好，哦，去睇下先。哎 ，How to open it？ 向入开啊，向出开啊。我开唔到只门喎。哦，佢 kick 实咗啫。啊，咁呢一間其實都係一間 resource 嘅，咁所以一樣係後邊一樣會有呢一啲景色啦。咁其實周圍都住咗好多嘅人，就係咁樣啦。呢一間就係我喺盧克索住嘅酒店。嗱，熱辣辣嚇，加上呢一個千年古城，咁啊，睇嚟大家咧都需要係消化一下。因為生活在 New York 的我們，即使是有著大中華文化背景都好，對著這種的古文明難免都會覺得哇，霎時間是比較難接受的，我都明白。所以就無論是視覺還是文化的衝擊都太大了，所以轉頭回來，即是給一點時間大家休息一下，我們會繼續探索古都盧克索。